四川境内呢，没几天了。那怎么办？照我说，咱们把图纸复制了，让老杨派人分头去找洞口，该封的封，该守的守，群策群力。这就是共产党所说的群众路线吧？好办法，就这么办。走，咱们找发电厂的洞口去。我腿酸了，我走不动了。哎，我说你啊啊，司令家的千金小姐，干什么共产党啊？一点苦都吃不了。谁说我吃不了苦的？我告诉你，受刑我都扛不住。你就吹牛吧。走，来。上标的应该是这儿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不管了，进去看看吧。齐轩，哎，这是辅道，前面一拐弯应该就是主洞了，走吧。好。这就是主洞。可是这什么也看不见啊。别着急啊，我找找他的电闸。防空洞啊，是用主涵洞改造而成的，这上面啊，应该就是发电厂的主机房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搞清楚这几条道，哪一条道。